第一个球，哎呀，界外啊！哎呦，突然来一个变化球投进来，哦，可以自打球了哈，第一个时间应该是自打球，没错没错，双手举高了。哎，比较出去，就像我讲的哈，这样两好球一坏球，变化球是有办法跟，捕手突然蹲进来了，哦，也有办法打到，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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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此刻两好两坏两出局，哦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哦，只要出棒。速度也真的够快，都，哇，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！这一个打击也是精彩的台东投打的一局，那也不得不佩服投捕了哈，很有耐心呢。如果车子保送的话，他们这边可能又有另外一个动作，直接把富兰哥丢上来了啊，很有可能。关键还是陈子豪这个打击啊！加油啊，陈子豪！满球数，哎呦，哇，一个打击，两次自打球，所以表示这个球都投得很刁的位置啊。主要就是那个纵向下坠的速度快啊，是应该算很犀利的。打者也厉害啊，还是有办法把它破坏掉啊。防护员在旁边待命。八九的下半两队目前3-3，主审也让陈早稍微缓一下，缓一下，因为又是一个自打球。接外球，接外球，这是一个不容易啦，对啦，能够把它破坏掉，我就觉得已经很。对，很厉害的，因为这几个球都很不好打。哦，毕竟在两个。哇，郑志豪，郑志豪，郑志豪厉害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这个打击真的太厉害太厉害，这个选球啊，缠斗的功力都感觉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，请大家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 Twitch 频道，还有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